直接趴地上了，忘了。要踩一点啊！要踩一点啊！拉高，拉高你的高度，拉高。一点感觉。当一谋变成一谋己，悲伤不是装的。你好，吃晚饭了吗？头可以先不起来啊，大叔。年轻。我们一起聊过沉香的生与死，你可知它另外一种禅意啊？有形的相逢，无形的相遇，都是它的本质，而它的本质既是色，也是空。你还犹豫什么？赶紧拿起电话，订购吧。季军，既然刚刚我们在说那些事情，你又在意我说什么第三者？你就背对着我啊！啊，我也背着。那你心里什么都明白，记得我约定。他为何刚刚在桥上尿出如此绝情的话？神仙不能有私，这是所有因为天界之人的宿命，任谁都无法摆脱。即便我认出了你，但天条规定不可违反。姐，你为什么要随我一起跳了鸟屋桥？都是我欠你的，我还不完。产检出现，产检出现。有何是眼睛跟心？即使天条禁我，本就不应该存在。打掉。作为常人，我亲眼看着我把你感情。好，你先传。